呦，哇，头发帅，这时候会用到。对啊，走吧，今天就是要去建国路买个转接头。哇塞，建国路好久没去了，好久没出门了。全票上车。我上次开车，那个开车就没有车，开到一半，开到那个他不是有那个安全岛，我开到安全岛上面，很扯哎、欸。好的，我们终于走出了捷运站，现在要去对还不错的店，对东西很多又便宜，有玩象棋的应该都知道科隆，我们要往对这里。我现在要买的是 GoPro 3.5mm 的转接头，因为我其实现在拿的是 Sony C X900 来进行录影，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太重，而且比较大只，所以它的行动比较不方便，而且它的焦距其实蛮近的，就是说它的那个范围没有很广，你看我现在手伸直，最多就拍得到这样子而已，可是 GoPro 能拍得比较远，虽然它在晚上画质比较差一点，可是。该有的它都有，所以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。今天去的地方是那间。厉害！所以根本无螺丝锁的搞，除了蛮光头用小的，伊螺丝要十五公分。转接的。转成啥？就是。很标准。它上这玩意儿。对啊，就是、这个、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可以用。哎呦，这么小，方便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刚逛完科隆，等一下去建国路。刚刚 3.5mm， 刚刚科隆没有，所以我们也多买了一支脚架，是给现在这支录影的摄影机用的脚架。你会 freestyle 吗？那是 freestyle。Freestyle， 他要说 Freestyle 有什么啊？街头篮球，因为 Freestyle。好，我们来找到我们的粽子了。花卉。下雨，那种摄影机最怕你只有GoPro不发，只是画质跟音质可能差了一点，不过还是可以用。现在冒着下雨天在走路。然后我们今天的任务达成的就是买这个 3.5mm 转接头，看一下现在夕阳。